现在打吗？嗯。完，他不接。我老婆是会发脾气的，不接接了。喂，有啊，啊妈，啊，喂，我对呀，我你说话温柔一点呢。说呢，宝贝，你干嘛呢？在外边和同学聊天呢。我今天中午也跟同学聊天了，然后就聊到你看那个妈妈的照片嘛，我觉得你真的是，哎，所有人里面最美的呢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妈最美，你别聊天了。那我今天突然就是睡醒之后就突然醒悟了，我觉得你在我心中可是非常美的。哎，不对，你碰到什么事了？怎么会跟我说这个事啊？我想跟你说，即是你在我心目中是最漂亮的。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呢？我看了一下你年轻时候的照片，特别漂亮。我年轻时候本来就是很美嘛，我现在老了也不丑啊，可想而知年轻时候得多漂亮。你那时候我长得像山口百惠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就是自己整牙整的不像了，没整牙之前可像了。你是最漂亮的。什么东西？你呀，最漂亮。You're beautiful. What? You're beautiful. I know. 谁让你瞎花什么钱 ？No. 爸爸花钱就爸爸收到。你最漂亮呢。你漂亮点就行了哈。我不漂亮你，我没有你长得好看。你要照顾好自己，知道吗？哦。嗯。车开的还好的吧？嗯，还好的。你现在澳洲现在是多少温度了？现在我看看，好像温差蛮大的。哎，老妈。你这个不在报社工作的性质怎么样？你专门要出去拍的？啊，那你安排好自己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。哎妈。没啥事了。妈妈，哎哎。啊，你说吧。你在我心中最美了。啥意思？没什么夸，没夸一下，夸一下。夸一下，谢。没事没事。为什么突然说这么一句？因为没钱了。啊，没钱了？对的。啊，这怎么会花？我好像觉得这段时间应该给了你比较多的了呀。对的。怎么花的？为什么花这么快？因为交了个外国的女朋友。你交外国女朋友？交外国女朋友干嘛？那外国女朋友还会花钱吗？是同学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不太能接受吧？我觉得是。前几天遇到那个男的，他 Facebook 上跟我告白了。Facebook？ 对。哪个男的？他不是已经删除你了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他没有删除我。就问你，如果我跟一个就是肤色就是跟我完全反的一个肤色的，就是一个男生在一起，你什么看法？哦，不，不可以！你听我说，你妈妈心脏不好，你要娘，你让你老妈子多活几年就不要正常的。有没打啲钱过嚟？你做咩突然间要用咁多钱嘅？我喺度识咗女朋友啊！我说一个事儿，你别吓着啊！我找了一个你特别喜欢的印度的男朋友。妈妈呀，我真是喜欢不是徐小迪找呀。你能接受吗？我再看一看是啥样的再说。哎，我明天回去看你好没？明天呀、哦，好啊。你放假了？请假呀、啊。咦，请假要不扣钱吗？那王迪的他要上课啊，我自己回去。那不是啊，你回来他怎么办呢？过年呗。哎，你不想我，你不想我自己回去看你咯？想啊，我想要你回来看我呀。哎呀，我也想你哦。那个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好像是怀孕了。啊？你不是自己不是避孕了吗？你千万不能打掉哈，这东西，这个是
要有的话，就千万就留住我。嗯，还没准备好，那不然下一次也可以。你也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讲，这千万不要留，我跟你讲，一定要保住的，我跟你讲啊。我想过了，我们还是再来一个，我们剩四个吧。为什么这样讲？运气好。什么运气好？不懂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嗯。多谢。阿姨你好。我们刚刚在录视频。你那么坏。那以上内容一切都是。哎，纯属虚构，纯属。没有，但他那个夸你可漂亮是真心的。对了，夸你可漂亮是真心的。我知道可能有什么题目啊，什么采访，我当时就想到，不可能跟我这么说这种事情的。哎，你是用什么事骗我的？这是啊。好好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好。我也不谦虚啊。那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呀？哎，你别瞎跟你说的。这一句话。那妈妈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，不要担心我。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。老妈母亲节快乐。母亲节快乐，么么哒。母亲节快乐。